你出差去哪儿了？这么突然？西安。其他不能说，保密要求。啊，家属也不能说。你看，我掉了10颗星。引以为豪。连胜就有连败啊！再说我拿了5个摆放 MVP。欢迎回来啊，鱼鱼。这张怎么回事？守约16%的输出。鱼教头，这是辅助的问题。你看这一场中单实在太爱乱跑了，中塔很快就丢了。还有这场是打野节奏实在是太乱了，根本就抓不到对方射手，让他发育起来了。一会儿是单排还是你带我双排？我带你。哦，这次出差发生什么好事了吗？居然愿意带我，这么善良。哎，你出差去哪儿了？这么突然，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吗？西安。其他不能说，保密要求。啊，家属也不能说。我不是说我。不能。这么无聊，我岂不是没有话题聊？大概吧。那我们开始。我先吃个早饭。你居然给我买了肉包子！我把电脑温度调高一点。嗯。不是故意卖你啊，新人，我知道。你出差一趟，怎么打游戏风格都变了？打这么凶，英雄也都是不常用的。换种风格，你适应一下。